其实今天我带了一段片段，它整个剧叫《莫扎特之死》，我想演一段莎莉亚里的独白。其实莎莉亚里跟莫扎特的关系就是诸葛亮跟周瑜的关系，我这次演的是周瑜。好啊，来。我第一次感到咩叫空虚。今日喺某个旅馆入边企咗个就识喺度傻笑嘅靓仔。不是你刚才演什么？莎莉亚里。我知道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段子。我跟你讲两句好不好？哎。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。你既然不找我做代言，我就要背叛你。就比如说，我就你上有你爸爸说，我说为什么点了其他人，我就以后不跟你生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来吧，来一次吧。好，现在可以麻烦给他安排一张椅子。你就幻想自己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，啊，我要好好看。我第一次感到空虚。今日喺本城某间旅馆入边，企咗个斜斜喺度傻笑嘅靓仔。佢连手中玩具都唔使放低，佢随意可以将音符写喺纸上面，而且我心理佢嘅作品变得一文不值。Grazie， 你赐我服务你嘅欲望，好多人一世都无从预测。但为什么你好趁意听到我欲望有几收架？你知道我有几努力？我只是想在创作音乐的时候，想听到你的声音。听到三个字，莫扎特。好，由今日起，我就是敌人，你同我，人哋话唔可以咒弄神，我话俾你知。你不可以咒弄人，你更加不可以咒弄我。挂个上帝，我称你为死的。人如果不好好教训，教训神，人到头来有咩？查理在这个片段的可怜、愤怒、无奈，那个愤怒来自什么？他的可怜来自什么？我觉得层次上你还是没有分明，没有在这个控诉里头，或者是背叛的过程里头。表现出了你那种自怜，像对白里头说的，我要求只是那么低，对，我只要求我在创作的时候怎么想怎么样，为什么不给我？去你的！那我现在不相信你，那这就是节奏，对吗？我可以跟你聊两句吗，向总？可以。我你站在我这儿，我就几乎跟他同频了，我感觉啊。就好有压力，我一直在深呼吸。这样我是想说你平时你活泼吗？我是个不怎么活泼的人。
我替向总说一句话好不好？因为他的家教特别的严，我是第三次看到他，今天是第三次。第一次看到他是小胖墩儿小孩，然后后来再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24、25岁，在他家里，他家教相当严。我记得晚上是在不到10点钟，他说想出去看个朋友什么，他妈妈劈头盖脸给他骂，哎呦，不行啊，向太太，嗷嗷的给他一阵骂，然后他一句嘴都没有还，他默默就上楼了。他家教好严，就是可能你很难去摆脱，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家世。我并不想讲任何东西，我并不想影响任何。我想说的是，你刚刚我看到你有坚定，我喜欢那个坚定。作为一个男人来说，有坚定，有信念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很明白你就是想脱离那个，但是呢，我刚刚看到一样东西，我觉得很好的是什么？你一直在承认我爸爸是谁谁谁，是什么？你现在已经我不想躲。有些人说能上节目不提我爸爸吗？就是说一直在躲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很难做朋友，真的。但是他非常的爱我，我非常自豪，我爸爸叫向华强。所以我觉得你已经开始适应了。你现在来是证明你自己，我学了什么？我还是一个演员，我是会演戏的。这是你一直努力在做这个吗？是的，也希望不要辜负他们，因为我很爱他们。没关系，还有几个月，我们慢慢研究，慢慢研究。各位导师们讨论的这么激烈，关键的是红卡给不给？拿红卡要当队长的，我觉得你放松点吧，真的真的不要去当队长，放松的演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到现场见吧。好，好 ，OK， 下个星期见。谢谢。对。压力大不大？其实别人才看得到。因为我其实压力其实比以前已经少了很多，但是确实我个人是非常希望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演员，无论从舞蹈方面，无论从表演方面。接下来要参加面试的议员是许君聪，加油啊。哇，来，哥，老乡加油，加油哥哥，不要紧张，哥哥应该不紧张。对，没有什么好紧张的，那面试的次数以前就太多了，基本上去到一个新戏就要面试一下。各位老师大家好，2024不得了，来的全是大佬，我是演员大葱，向各位老师问好。隔壁鼓团长了，有观众啊，后援团。演过一些喜剧，还会跳点舞蹈，五官各怀鬼胎，整天勾心斗角。纵观世界风云，拍戏找我更好。谢谢老师。好。好。你是很喜欢跳舞，很喜欢音乐的人。还是挺喜欢的。就最开始我以前是学的是街舞，但是那时候我的身高已经是1.83米了，然后120多斤，跳街舞就像一个大虾，就他说就太丑了，实在太丑了。后来觉得这个拉丁舞是特别好的，就是能把人的这个气质稍微改一改，也的确是很喜欢，学了6年多。那今天是有准备来的吗？这种节目没有，真没有，因为他这个是两个人的东西，他很麻烦，但是一些什么基本步啊，这些个什么滑轮步这些，就很简单的。来，做几个姿势，我其实很想学呀，现在太老了也学不了了。就是拉丁舞啊，看男孩就看的脸，尤其看的嘴，你感觉他在说什么话，但是你也不知道他叨咕的是什么玩意儿。Set to West, s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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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West,